好了，儿七啦，可以给我看你的胖丁吗？丢丢！我已经等不及要收服神奇宝贝了，必须小心，别再经过像 Epiphanica 那样的匪气。要许我才不要打架呢！哦不不不，老夫只是要给你秘传机器灵儿，给你的神奇宝贝学招式，此招为飞翔。你可以教你手中的飞行系神奇宝贝，然后便可随意飞往世界各地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就算是像麻雀的神奇宝贝学完后，便可带我环游世界？神奇宝贝的世界是无奇不有的。都靠拜金，什么都没玩过好。好了，我可以继续踏上我的旅。这什么鬼啊！哇哦，野生的神奇宝贝，好怪，性如烈火，高啊，起高啊！不，这怎么看都只是高啊！现在啦，准备被我收服吧，高啊！上皮卡丘，皮卡丘。去吧，皮卡丘！使用电光一闪！皮卡！任命吧，高啊！好怪，他奶奶的爹爹！好了，你是我的啦！耶！妖修，我一定要抓到你！20分钟以后，我总有一天会抓到你的。现在啦，我也不想鸟你了。那高啊，是人可讲话了，但我才不会因此垂头丧气。不是高啊，最后啦。哇哦，绝对不可以让这只 K 跑掉！快，皮卡丘，直接拿 AK-47 攻击他。皮卡。皮卡丘！驾鹤，我要收服你的喷火龙！耶！嘿，小子，林北敢跟你拍几架？好，又是一炮喷你，喷火龙出来！喷火龙，我马上离开这里，飞翔！下回我玩的不是黄板吗？而且你有翅膀哎，难不成要叫高啊吗？怪！哦，金家送歪歪啊！